认真，是对内容行业最起码的尊重，是追求热爱之前必须要给出的诚意。认真是对统筹全局之下每一个环节的细致把控，是搭建艺术宇宙最牢固的材料，是和每一帧画面较劲的不服输。认真就是用心经营每一天的生活和工作，是面对机会和挑战时的定心针，是为了更高概率地产出优质内容。认真是保证作品每一项水准的用心和细心，是在困难时刻硬扛到底的决心。认真是迅速应对行业变化不变的态度，是无论何时都不放低精品内容的评判标准。认真是百变的戏剧人生中永远不变的坚持态度，是扮演好每一个平凡而有价值的小角色。认真是让内容行业不断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，是追求极致的过程中坚守着初心，是让情怀走得更远的底气。向所有坚守在内容行业的战友们致敬，向所有坚守在内容行业的战友们致敬，向所有坚守在内容行业的战友们致敬。优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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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向所有坚守在内容行业的战友们致敬。